燕京五行的藤牌，我打了30年，是想隐退前做件大不浩的事儿。我在天津做的事，不要问，猜到了不要说。你得给我句话，见你的心意。不想打架了。你说我有，看我的眼神。练成后，我就不反抗了。高手的生死决定一计的兴衰呀。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，这个人离我200米，我心念不强，再远他不能认识。